好，我们继续开会，审查预算，请各位委员、各位官员内席。跟各位委员报告啊，现在我们开始来审查通案。那通案一是关于大陆地区的差旅会啊，已经讨论过了，说不予处理。那个主席，我先讲一下好不好？因为差旅费跟那个委办费都处理掉哈，所以我们通一、通三、通四、通五、通六、通七、通八、通九，我们全部拿掉哈，我们全部撤掉的、就是不处理了嘛，已经处理完了嘛。通八、通九是那个奖补助费啊，啊，对对对，啊，已经处理过，哎，没有，那还没有，奖补助费还没有吗？还没有，一直呢，没关系了，统统处理掉。好，好了，那我们撤掉就好了，好，啊，你们撤掉。好，现在我们讨论通案一、通案零、啊、通案零之一、通案二，就是关于一般事务费用啊。那个我建议一下好不好？他一共列了1,104,800元一般事务费用啊。那我们呢、啊？他主张删除2,000,000，并冻结1/3。那我现在把它提出来，冻结1,000,000啊！哈，专案报告经委员会后同意后，使得冻资。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按那样的啦，完成专案报告了，好不？好啊。他现在还有一个9,105,600元，啊，31亿元呐、啊，我觉得这个比较严重一点了、啊。那我们以通案零的这个装基准了、啊，好不好？啊，那个冻结500万，嘿，就以这个，好吧，冻结500万了、啊、哈，啊。好啊，通二的话，就我的了哈。哦，我撤案了。啊，买公司了，我等下明天再还。啊，临时哈。啊，现在讨论了哈。奖补助费了。那个已经处理过了。嗯。奖补助费里面的，啊，通案八九所有的有关于奖补助费的通知啊，剩下七。好，那通案八九，还有4/4、5/7、5/8、6/17，好，9/9撤案。他这个6/18，他讲前述习政委员的提案，预算金额是100万啊。那个政策咨询及联系业务的奖补助费，他全是删减啊，那我建议删减50万，好不好？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第六目的，6/18，奖补助费6/18总共才编100万呢、欸，啊，你要50万咯、喔？啊，都还紧啊！买啦！啊，不然呢、啊、哈？不要删啦、啊哦、不要删啦、啊啊、冻结50万，好，还能处理掉。专案报告，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冻资，好，专案报告了哈，其他没有去报，好了，还没有其他了吧？来，现在我们讨论子决议，子决议赖瑞龙委员的提案，那个。主决议来，主席不好意思哈，主决议是不是看看那个行政部门有没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对，我要问了哈。主决议那个陆委会有没有意见？好，你还没看了呀？跟我们报告就是主决议一，我们是可以接受，就是我们来研议一下，对对。啊，子决议同意，子决议一同意，子决议二嘞。
主决议二，同意，对，我们也同意。那我也同意啊，同意主决议三的李俊伟的提案，我们也是同意。同意，对，主决议四的，我们就加强办理，对，啊，也是同意了哈。主决议五的李俊伟的提案，对，我们也是同意。对。同意哈，主决议六专税人委员的提案，有没有意见？港澳处，你们要赶快看呐、啊。港澳处，我们是可以同意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个业务，就是同意嘛。但是文字可能建议就是，能够是不要说他们的业务跟我们重叠，而是改成说，那个我们是报告主席哈、那個，我们主决议六哈，我们加两个字啦，那他们应该就可以同意了，建请了。是，谢谢。好，建请哈，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建议车进会啊哈，建请了哈，好。嗯，这个哦，这个字了。建议车进会内容，我应该在这。建请重新评估了。哦，建请重啊，建请重新啊，故应改为建请。对对。主决议七，我们也接受。Class 委员的提案同意啊。那个等一下，那个主席，我讲一下，那个章程是可以本来就可以不用增类，但是有一个技术问题，要请第七案。这个不用章程不用增，但是有一个技术问题，就是说，如果你用这样写法，它通常是副，它章程就写副首长。没有，你觉得要怎么改？对，那你是要接受副首长来，还是？可以啊，副首长。副首长可以。对啊，好，也就是说，以人民会来说，就是他的副主委嘛，对不对？好 ，OK， 好，好，主决议七没有问题啊，通过。主决议八，科大所人的提案没有来同意啊，好。谢谢三名议员。主决议九，主决议九车案了、啊，嘿。主决议九是赵天麟的。嗯，有没有车案？赵天麟的。嗯。主决议九。主决议十嘞。好，有出案，嗯。啊，七张上嘞，七张立嘞。嗯。主决议已经讨论过了。不是啊，你照着改没有念呐、啊？要照改吗？文字。要照改的部分要念呐、啊。要念这边文字。要照修正的。这个要照念呐、啊。照修正。是。我们那个主席，我觉得主决议九哈，这个案子其实对我们未来两岸共打的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那赵天麟委员要出案没有关系，我们来提，我们提案人，我想我可以提哈。那个就请陈昌明委员，请那个几位委员连大家来联署。我觉得这个提案很重要，所以我希望我还是支持。虽然赵天麟委员的提案我是支持的。那个主席哈，两岸共打的问题其实牵涉陆委会、牵涉法务部、牵涉很多哈，所以赵天麟委员提的这个，其实我们在平常咨询的时候就讲过很多次了。那为了今天审预算哦，要单纯化，我们已经把案子撤掉了。哦，我们已经把案子撤掉，因为这个不是单纯陆委会就可以决定的事情。主席，我想陆委会更积极的来做。或者是那个主席，我们把他们撤案没有关系，我们来提，然后我们把后面那几个字改一下，就是陆委会把相关的单位把它都写下去，就是包括陆委会、法务部，甚至于其他有相关的部会都把它写上去。其实他写得很好欸，他写陆委会应该积极敦促陆方相关部门，我觉得写得很好啊。啊，如果你们觉得这个文字要再修改，我想我可以同意，我们再来改一些文字上去。改啊，不你下去了，好吧，好的，哎哎，好吧。如果这样啦，哈，如果这样处理哈，我建议啦，哈，原始哈，建请陆委会，哈，配合法务部。内政部
及其他相关单位研拟研拟解决方案，尽速改善两岸的关系，这样子。叫成这样，看那赛不啦？也晒了哈，我想那个文字哈，我们是不是请陆委会把它写得更严谨一点点哈，把它写得周延了，不要漏了一些文字上去了。嗯。啊，那个重点，先请陆委会配合法务部、内政部及相关单位，应要不要？我们就会同好了啦哈，会同相关单位了。先请陆委会会同。先生港澳的，港澳没有提哈，测距会没有，测距呢？港澳的测距会没有提案，好，我们等一下，嗯。没有，看你们有没有问题。来，那个黄昭顺委员，那我们共同提案，你当赵天麟当提案人啊，黄昭顺当提案人啊，我们共同联署，难得有什么好的机会啊啊！主决议是那个文字修正，在第二段的最末段呢，增列的文字为：未来针对相关可能影响陆籍配偶权益法令及政策调整，陆委会并应使用网络平台及通讯软体向陆配说明相关政策。宣读完毕。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陆委员呐，可以哈，通过。好，那个啊，刚刚的那个提案，我们等一下，还是现在？没有，刚刚有几个科目删减的，要跟他们补练的。第三目。哦，不能照了，照刚才练的了，怎么要这样的？不是，他刚刚练的时候是整目的部分减一般行政业务费150万，他科目自行调整。这个第五幕是刚刚黄委员来的时候，他减了255万，另外还有45万，要给他练科目自行调整，因为他没有讲，没有指定科目。但是那个谁，你说港澳的是谁？黄委员那个已经减到255去了，剩下45万不到300万来，
啊，往没有给他落练的科目是？那是林立产里面的呢。对对对，他已经有了。他包括林立产里面，他要减的，在他提案里面减，怎么可以自行调整？是的，现在这一个的钱哈、哦，我们三个案减了250。对呀、啊。后来给他加到300。啊，300以后有个45万，没有指定任何单位，那、啊、这个45万变成你是第五目的。我跟你讲，你如果再这样子，我真的很不高兴。我已经让了最大方便，你们要跟我移花接木，你这要写减了45万哈、哦，科目自行调整，什么300万给你自行调整？不是，他这个。这个项目的写法是第五目港澳业务减列300万，含5万、50万、200万，这个是没有科目项的啊，其余的科目自行调整。对啊，啊，你其余你起码你提来的变成科目自行调整，你要讲其余45万自行调整嘛？哎，好不好？哦，已经给你们，你唔通讲想讲啊，你家己要去调整，你唔通讲讲再匆忙啊。我先讲。啊，这个我们那个第一幕业务会哈，减了150万，也没有讲科目。哦哦。好，再跟各位委员报告吧哈。第一幕一般行政业务会减了150万，科目自行调整。第六幕联络业务减了200万，科目自行调整。第五幕港澳业务费用减列300万，含哦一个5万、50万、200万，其余45万，科目自行调整，这个45万嘛，好不好？好，其余科目自行调整，好，嗯。好，此决议啊，第九案，黄昭树委员提案，那个陆委会，主委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通过。主决议第九案修正倒数第二行，原此建请陆委会。应配合法务部、内政部等相关机关研议解决方案，紧速改善目前两岸关系。好，陆委员没有意见哈，通过。跟各位委员报告，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管收支部分处理完毕，拟具审查报告函入财政委员会。那我们接下来，处理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预算，委员无提案，预算照例好通过。再来，我们继续处理。起码我点评，好。财团法人台港经济文化合作促进会106年度预算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是否需经党团协商？不用了哈。啊，请退一位委员。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啊，推陈昭伟超明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有没有意见？也没有意见，照这样通过。我们继续协商海基会预算。
不过到立法院不可怕了哈。我们海基会的预算第一目啊，一共有七案，那一之一到一之四是人事费用，第一节，这来的黄昭树委员啊，提出一般行政编列2亿1114万4000元，3500万冻结二分之一。啊，冻结5000万哦，啊，35000万，冻结二分之一。啊，那个陈其迈委员减列500万，冻结1000万。李金玉委员冻结200万。啊，林立禅委员冻结2000万。黄昭文委员有什么意见？啊，你写得很清楚啊！哈哈。那个，请我们那个海基会说明一下。我先把做报告，然后再请我们那个处长来补充哈。那有关于海基会人员的薪资部分呢，都依照行政院颁定的政府建筑财团法人从业人员薪资的处理原则办理，这是第一个要跟各位报告的。那第二个是海基会从成立以来，其实到今年3月满25年的有12个人，有满这个20年有30个人，满15年有10个人，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其实人员都是蛮资深的，所以对工作其实都可以很尽责的去做处理。那再过来就是说，这个海基会的员工是采取单一薪俸，所以事实上如果跟公务员相比还是算稍微比较差一点，尤其他使用的是劳保年金，所以最后如果退休一个月大概可以领24000哦，跟公务员可以领大概有差距75000多。那我们也把公社财团法人跟其他的，譬如说财团法人、辐射房屋协会啦、地理资讯中心、中兴顾问社等等，其实都高于这一个本会，所以薪资其实没有想象的那么样的高。那最后就是说，刚刚其实在法政业务的部分，最后大家决议是200万动500万，这一点也请参照。所以是不是在这个范围内来办理？谢谢。哦，怎样？刚刚在法政业务的补助的部分，我们最后的决议是200万冻结500万，所以这个案子如果要处理，是不是可以以这个标准来整个海基会的部分做处理？谢谢。是的，人事费用全部海基会的，你说多少？啊，动多少？动500。整个的，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哈，我想要先请教第一个，我不知道我们海基会的预算到底有没有送到我们的办公室，我一直都没有看到海基会送来的资料，我们一直找不到那一份哈，那我们是自己去。我们是自己去网络上把它，因为我不知道我的办公室是你们漏了还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就一直找不到你的。哎，那我都没啊，我就是自己去网络刷的啊。我唱歌要唱啥？唱歌也没价值的啦。有可能报告写的太少了，大家把它当作一般的业务报告夹在一起。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没找到哈。所以后来我们是真的吗？啊，你这起定或者台北市政府方案，对，我不晓得哈。那后来我们办公室是去网络去抓下来的哈。那我不知道我抓下来的跟你们的一样不一样了哈。那我想这个部分包括他跟人事会那个副董事长报告的蛮哀怨的，但是我看了他这个资料里面，我是看这个了哈。那大概现职人员平均是8万多啊。然后还有加班费，他刚刚跟我们讲的，所以我算起来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换算，然后包括
奖金等等，我换算起来是一个人的平均每一个人是120万，所以我不知道是我的资料错误还是怎么样。那如果我的资料是错误的，我想，人事的费用我可以撤，这个我没意见，因为我不知道，因为我就是一直在比对，比对不出来哈。那如果是行政费用的部分，那个我是比较有意见。也就是说，海基会目前所扮演的角色，海基会目前只是能够就事务性的工作来做一些协调的工作，换句话讲，连协商的工作也都没有。大概我们几度在这里答询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了哈。所以我想，如果仅仅是这些，我就比较有意见。那我还是会尊重我们委员会的决定哈。好，谢谢黄昭顺委员。哎，李金委员，这个有关人事费用我还是要提一下哈。刚刚副董事长有报告了哈，就是说到海基会服务的同仁哈，基本上他就没有享有公务人员的相关的待遇或福利了哈。那当然，但是哈，我希望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哈，海基会毕竟是财团法人，所以同样这一批人待在那里那么久，适不适合？好，所以海基会应该做一个通盘的检讨，就是说有些人观念陈旧的。观念跟不上时代的，其实海基会既然是一个财团法人，都应该可以来做调整。好，不是说因为这个同仁在我这里这么久了，所以我就继续用，好，继续累积。那他们的年资越高，当然领薪水越高了。好，这个我要提醒哦，副董事长。所以有关人事费用的话，哈，我们还是建议哈，就是冻结200万呐。好。人事费用冻结200万，人事费用看一共多少？1,3,746,000。王委员呢？你看吧，你很尊重我，我在了解你的意见。呵呵，其实哈，我真正有意见的是他们的行政费用。我真正有意见的是行政业务啦，我真正有意见的啦，因为我感觉讲这个部分哈，这个海基会在我们整个两岸之间的一些协商的办协助的事，现在等于是协助的事项嘛，对不对？那协商现在是没有了嘛，对不对？协商我们现在是没有，我们还准备再开那个吗？开会吗？我能不能请那个？协商上一次冻结案的时候，我们招委有要求我们，如实报告。那时候我们也跟他报告，一共有1120万。所以上次冻结的时候，我们跟他报告说1120万的部分我们就不解冻。啊，所以就是协商的部分现在是全部都停摆嘛，对不对？绝大部分。几乎都停摆，可以说99%都对那一部分，所以我早上报告就是说，为什么2000万的部分减掉1800剩200的原因在这里。所以您所说的那一部分，我们已经减累了。我知道，换句话讲，我们基金会现在所扮演的角色，只有事务性工作在那边工作。还有一部分交流。交流很少了，交流还是有。那交流大概减少了多少？交流大概就是我刚刚报告的，就是协商交流部一共减少1120万。不是，我不是讲预算费用的部分，我是讲实质的那些工作啦，减少了多少那些工作？几乎没有做。这个我可能要请99%没有做。来，那个统筹是哪一位比较清楚？是不是柯欣兄，你来看一下？交流的部分，那个地方级的大概还有交流，中央级的，是不是我们候补？中央级的原则上没有交流，中央级的原则上都没有交流的，只剩下少数的地方级。省市地方级的还会有来往，所以其实主席，我比较有意见的是这个部分的哈，因为这个基金会所扮演的角色。严重的就在功能上很严重的下降，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其实我是真的有意见。好，那个我这样说，这个刚刚黄委员提到的是行政业务的费用，好不好？等一下讨论。刚刚我们李进委员说，人事费用冻结200万，啊，那个黄兆书委员说没有意见呐，啊，你就接受，林立朝委员你要不要？人事费用，我在这边有提出了哈，因为我们总预他这一幕的那个总预算是1亿3000多嘛，那其实总计就是他有七成的部分在人事。那有50%左右都是所谓的薪资的部分，我觉得这样子那么多都在这一块，那会不会去排挤到我们两岸的相关的业务啦？就海基会在做两岸相关的业务方面，就整个钱都开在这，是不是很多事情都没办法都可以琢磨到，所以我这边是提说动2000啦。那刚刚李委员说200嘛，我是感觉500啦，就动只有500啦。也是这样啊，人啊，哈、哦，是一个，公司的精华了。有时候训练了那么久啊，哈、哦，虽然现在两岸局势的冷冻啊，一般在人事的费用上啊，哈、哦，我比较倾向黄兆生的意见，不宜冻结，因为你把它降了，要找人才，啊、哦，你表示善意，有时候人才一训练之后，薪水一低，他又跑了，我们再重新训练非常麻烦，好不好？我觉得在行政业务上，大家可以检讨人事费用哦，就相信了哈、哦。我们海基会在处理的，这样不宜冻结，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讨论。不，人事费用买个冻结。啊，没有啊，我讲请那个李基委员接受我们黄昭顺委员跟林立长委员的善意啦，啊，人事不予冻结。主席啊，你安尼小可作弊者，因为着讲，我想讲你都冻结，我其实本来都唔是要冻结人事费，安尼无我那要不然你会很伤我的心，你知道吗？好啦，没关系啦，那个主席。人事费用就我们就不冻结了哈，但是刚刚提醒的那个哦，麻烦那个副董事长哈、哦，要带回去，要真的要研究一下了，好、哦，好不好？那在刚刚讨论到，1至5就是一般我们1至6、1至7啊，就是行政业务费用，这里面的业务费用啊哈、哦，是7,364,000嘿。啊，这里面的话，一个业务费用跟一个维护费用啊，业务费用是7,264,700呐、啊，啊，行政业务维护费啊是100万，啊，本来这边已经是300,000，动了500，是不是？没有，依照他们的，啊。关于行政业务的话，黄兆树委员全市30就打不了、哦、林立长委员里面写冻结1000万，啊，李金义委员里面减列60万。那个报告主席，1至7的部分我撤案了哈、哦，那我建议1至5、1至6、1至7。这个是有关一般行政的费用了哈，我建议整个1至5、1至6、1至7行政费用冻结500万了。黄委员，这跟你的差距很大呢，你全是30啊，7,300万呐、啊，安尼啦，柯老师委员哈。我一个小问题哈，我确认一下这个秘书处业务费里面有一个一般事务费的兼职费的啊。这个用途是什么？兼职费。为什么海基会还有兼职还有费用？他是陆委会兼职。哦 ，OK。哦 ，OK， 好，谢谢。基本上都是租金啊，这些费用，这基本上是不宜删除的。可能会交流，我们主要就是在第二的部分处理两岸事务里面的第五，
两岸沟通协调联系交流，这个主要我们扩减都大概集中在这个区块，其他的是小部分，跟各位委员报告，第二幕还有什么提案？那个主席，那个一至五跟一至六，虽然李委员说冻结500万，但是我们再注意看，包括林立成委员所提的，也就是说海基会整个办公大楼它整个的使用的状况，那大概有一段时间大家也希望它能够出租等等，能够招租等等。那事实上我对这些事物可以说是急速冷冻的一个状况下，我觉得我给他们那么多的行政费用，其实他们事实上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当中发挥一定程度的功能啊。那如果李经理，因为我提的是删除了，那人事会给了，然后行政会不给，我觉得也不太对。所以我想我可以支持冻结，但是冻结的数目要提高，不能只冻结500万。啊，那其实海基会的3楼、4楼出租的问题这个跟两岸关系有没有密切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最主要就是说它限定范围只能公家机关或是政府支持的这个财团法人。那这个部分我觉得海基会应该有一点变通的方式。特别如果海基会有部分的人员认为说啊，不得绑来得二啊，不进，不要不进哈，这个我们认为不可以了。好，所以我们认为3楼、4楼你们还是要尽快的处理啦。好，尽快的处理啦。好，那我刚才讲说，一般行政费用其实就是包括这个3楼跟4楼哈，跟其他。那如果黄昭顺委员认为500万不够，那看看你讲多少嘛，我们再来讨论。你讲这样比较好。看北公一个老板，那的公文写上啊，你唔好。对啦，大家都很麻烦哈。啊，我们用林立常委员好不好？好，哦，在一般行政业务的哈，里面冻结啊1000万呐，啊，啊，真的，好，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那个，刚刚我去，我怕。报告主席啦，我刚才有说明啦，就是说3楼、4楼的部分其实我也有写在主决议啦，我有写在主决议的部分啦，那这个提醒海基会注意啦。那我是觉得如果因为他们很多都是租金的部分，如果动太多齁，一类变美丁美当啦，所以我还是比较倾向我原来支持的500万。冻结500啦。好啦，750万啊，好不好？冻结750万，经书面报告后，使得动之，安尼好不好？好，提出检讨及行政书面报告。哎，书面报告，哎。所以在第一幕第二节里面呢，在行政业务一般行政业务会里面冻结750万，好，来再来我们讨论。第二幕是什么？处理两岸事务啊，这一共编列了5730万，03万啊，这里面黄昭顺委员提出全数删减，李金委员提出减列142万，冻结100万。我的全是冻结哈。请那个海基会报告一下啊。你家己一个人来啊？我们后面有一堆。在这边怎么讲？你们要站在后面，看起来你们还不够团结啊。没有。所以这边要考虑啊，预算的坐在那边不动啊，那怎么有开个会啊？人家你看，老板在讲话，幕僚都站在后面战战兢兢的，好像，海基会好像做得很不错的样子，还是没有事情啊，敲开连吹球啊。人事预算重新讨论一下。
来跟各位委员报告好，因为这个部分其实我有请他们写书面啊。那处理两岸事务的部分，我就跟委员报告说，我们已经自行在跟去年相比，我们已经减了1667万。好、哦，那所以早上我也跟各位报告，就是说，被冻结2000万的部分，后来没解冻2000万嘛，所以因为有1800万是从海基从陆委会来的，所以早上我才说，是不是我们就自行减200，是整个海基会的部分减200万。那刚刚这个冻结750已经超过了哈，600万，还没到现在还没减嘞，啊，只有冻结嘛，一个冻结700。早上是减那个法政处的是减200，啊，冻500，哎，对，那刚刚现在哦，行政部分是冻750，啊，好，还没有减嘞哈，那在你们处理两岸这边减嘞200万。好，冻结250万，安尼好无？啊，就是冻结1000，好、哦、啊，书面报告后，啊，这样可以吗？好、哦，第二幕里面，减列200万，冻结250万，好、哦，书面报告后，属得动之，啊，好，还有没有？好啦，我赶快通案一的话，这里是什么？整个是减列200万，冻结1000万，阿弥陀佛，好了，过了，安尼好了，算到这啊。你用那种眼神看我，讲不下去。对，你知道你用那个眼神看我，因为我知道，因为你看到我后面的通案了哈。其实目的不在于减列多少也动多少，其实目的就是希望他们能够有所突破。所以我想我们今年暂且这样子做，我想我尊重招委刚才这样子的处理，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有一些更积极的做法，看他们能够怎么样在这个现况上再做突破，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好吧，那个张啊，你第一个要感谢黄委员，好、啊，第二个啊，那个他讲了几个重点啊，以后的业务报告里面特别要提出来，好不好？好啊，再来通案二是赴大陆的计划，啊，李军委员的提案。我先了解一下了哈，海基会就是说，过去我的观察哈，海基会其实常常做两岸交流，这你们跟陆委会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哈。所以你们过去特别在林中生时代是编的太多太腐烂了，哦，两三个月就去一次，两三个月就去一次哈，这个实在是太多太腐烂。所以我想了解的是说，海基会你们这样的预算用没料啦，好，你们大陆的差旅费老实讲编的很多啦。好，这是第一个问题啦。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两岸的情势改变，那未来齁，这样海基会配合陆委会在做这个两岸的交流，有没有必要编这么多啦？是不是请海基会说明一下，谢谢。我先报告，再请他们补充报告，就是有关于该删减的部分，其实我们第一个都已经有说删减。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因为经贸部分，尤其譬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东莞5000家厂商，这大概上半年已经倒了大概500多家，其中台商200多家。所以为了这个，我们也跟外贸协会跟七大工业
协会呢，我们都有做联系，那希望能够透过他们，我们进一步做服务。所以要跟委员报告，就是说这一部分其实我们都有在做规划。哎，谢谢。其实我的重点就是讲这个哈，因为大陆现在五保一金嘛哈，还是六保，我搞不清楚那名词是什么了哈。五险一金呐哈，它的相当程度上在中国哈设厂经营，其实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这个才是我们需要去告诉台商，是不是我们要保障第一个要保障他们的权益，第二个部分就是说提供他们有别的选择的方向，就是刚才所讲的新南向，这个就是海基会应该要做的事情。好、哦，所以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说，好，那我们跟台商的这个互动往来，保障他们权益去，那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好、哦，那有没有必要次数这么多？因为过去林宗生董事长的例子，让我们觉得说他纯粹就去大陆交流而已嘛，然后自己后来还设了一个基金会，继续到大陆募款嘛。好、哦，所以这个情形我们是不允许这样的情形存在的。那海基会应该彻底的检讨说，如果台商现在面对是这么艰困的环境，特别在中国现在所有的成本都提高的话，应该提供他们其他的选择，保障自身安全的选择，这个才是海基会真正要做的任务。所以你们在编列这个所谓赴大陆这个相关的费用的时候，应该考虑的是这个部分。那个李俊委员，那个林宗生董事长已经也离职了，他也一再的声明没有。好啊，我说这个，我们今天的没，不是啊，他那个基金会没有到外面募款嘛？那你讲嘿，什么不好？我干嘛也不管呢？我要老实话讲实际的话，我们不要去牵扯到那一边的，牵扯到那一边的时候，好，欢迎黄昭生委员，嘿。主席，我们现在在审我们明年，就是明年度新的海基会的预算，在扯到以前的董事长，我觉得很扯欸，这个很离谱也很奇怪。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预算未来我们要怎么做，而不是说我们要把它弄到那边去。那基础上来讲，如果说我们现在派到大陆去，然后让那个海基会是要去跟我们的台商说，叫他们去做新南向，我看哈，大陆就第一个就反对咱去啊，这个大家都清楚嘛。在现在的现阶段的状况下，而且在目前这样急动的状况下，我们适合再做这样的建议吗？我想请那个副董事长说明。他问题在哪里？他说什么问题？要不要你说明一下？好，那个解释一下。我是不是请我们经贸？因为我们经贸部分他先来做说明。你不用回避问题，你很简单嘛。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从刚才一直在讨论，我们有太多的问题，就是跟两岸之间做得不好。然后你现在说好海基会走，我们到大陆去宣传新南向，他会接受吗？这个根本都不用再讲的。就算我们要宣传要做，我们也是回来台湾做啊，你就不用再派理会到那边去啦，不是这样吗？黄委员，我跟您报告，海基会基本上比较不做政策性的做决定，我们基本上是做第一个是服务，那只是说重点我们现在会比较摆在经贸的服务。好，我跟您报告，那经贸的服务有几个面向可以说明。譬如说当时我们投资台湾投资大陆的时候，是从东南后来走到西北大陆的西北区。那现在的状况是，我要跟您报告，就是我们的东南区这边也，我刚刚也报告过东莞的情况，我们也是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非常大的困难，就是像我刚刚说的，倒了500家，我们现在台商有200家，所以我们如何加强这些的服务，那让他如何看看能不能转型，所以我们也找外贸协会，我们也希望找相关的七大工会来做协助。那至于您刚刚所提的，是不是我们海基会要不要做西南向的部分的问题，这是比较政策面的部分，不属于你们，不属于你们，基本上比较跟我们没相关。但是我们在帮助他们的时候，我刚刚说的，是不是因为他人力成本增加，是不是他在结构性要加强内销市场，是不是要从制造业转成流通业或服务业，或者甚至要做某个程度的移动。那这个
其实都是在我们的考虑，原则上我们不考虑政治的面向，哎，这是我们要跟您报告的地方。我想非常清楚的一件事了哈，海基会是不可能可以包山包海，这个是不可能的。那有一些他们应该怎么样转型等等，其实这个部分应该是属于经济部的工作，不属于我们的工作。所以我很清楚的告诉，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海基会目前所扮演的角色，其实是有一定程度的尴尬，而且有一定程度过去的表现当中也可以说是打了一定程度的折扣。所以刚才那个主席在问我说啊，通案你的预算要怎么弄，我几乎答不上来，你知道吗？要给你弄啥你都说不出来，啊不处理呢，这个钱可能到底要创啥吗？不知道。那当然我们必须针对那个你说那个东莞的部分有500家，对，所以台商以往在大陆有许多的优惠办法，而这些的优惠办法有一段当然可能跟他们的法制面的修改有一定程度的改变，那有一部分跟我们现在包括前一段时间海报被去强迫开广刊登广告等等，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从那个陆委会这边政策性去做突破了。如果没有做突破，我们海基会显然整个功能是有问题的。我现在啊，大家看通案三啊，赖瑞龙委员的提案啊，哈，你这个预算编列的8900万，890万里面有一条，两岸正式会谈，两岸两会高层沟通啊，编列的330万，这个会不会用得上？那个。我不能，冻结，所以这个用不上嘛，啊，很难讲啊，啊，你小心啦、啊，啊，张主任说很难讲，那应征到早上本来是预算不谈到别的问题，那表示有内幕了啊，啊，新闻记者走了没有？啊，没有啦，你是不是？哎呦，好了，我们这样啊哈，我看出来啊哈。那个执政党的委员啊，全部都是删减啦、减略啦，好、哦、减略啦。那我们黄肇是委员，好人今天呢、啊，确实要希望两岸能突破。他说是说用冻结的，那冻结，一半，好、哦，将专案报告后，好、哦、委员会同意使得动之，好不好？一半是冻结多少钱？400多万啊、哦、好了、嗯、好，不那个因为你是减掉440万，我们是冻结440万啊，好不好？好好好，冻结案哈，冻结主席要报告、啊、主席要报告、啊、专案报告冻结445万啊，好不好？好，经专案报告后啊，委员会啊，来同意使得动之，就以通删了、啊、哈，删减改为冻结啊，哎，不是哦，那个冻结445万啊，300万啊，445万，啊，440啊，哎，那个有没有意见？可以的，好，通二了，啊，用通二不要，刚刚讲过了啦，好了。啊，通山了，好不好？哈、啊，啊，意见，跟主席报告，主决议11项，我们海基会通通接受。好，主决议同意，主决议二 ，class 委员的提案，对，全部11项全部接受。哎，我们都接受。啊、全部主决议3接受哈。哎，是。主持。主决议4通过，主决议5通过，主决议6通过，主决议7通过，主决议8通过，主决议9通过，主决议10通过，主决议11通过，还有没有？没有了。好，好，海基会的预算审查啊，来到我要上面来。跟各位委员报告，
台湾华人海峡交流基金会106年度预算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是否需经党团协商？我看不需要了哈，那就请推一位委员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那推我陈超明、赵伟与院会讨论本案时做补充说明。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好，来，现在我们进行讨论事项第四案及第五案。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近三年补捐奖至其他政府机关团体后个人经费报告表共五件。行政院大陆委员会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会成表共四件。第四案及第五案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就经整理备查。你讲安怎？好好好，好，那请那个陆委员把资料送给各位委员，好不好？都有送的啊，好，好，所以决议经整理备查，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内，散会，谢谢大家辛苦了哈。帮你撞。